我要吃吃吃，不要胖胖胖，我要向前冲。吃早饭喽！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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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妈，我们吃完了，我们上学去喽。妈妈再见，路上要小心哦。猪爸爸吃早饭了。哦，来了。哦，孩子们还没吃完呢，我吃了。喵喵喵喵喵！猪妈妈还有没有了？没吃饱。给你，你可真能吃。喵喵喵喵喵！猪妈妈还有吗？还想吃？一早上你就吃这么多。喵喵喵喵喵！啊，不吃了，上班了啊。放一个盘儿，一个弹力球，两个弹力球，三个弹力球，四个弹力球，五个弹力球，六个弹力球，七个弹力球，八个弹力球，八个弹力球啊哦，我数不清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快看，我一共有多少个弹力球啊？记得告诉我哦。啊，大头哥哥，大头哥哥，哈、啊，你把我的拼图都给我弄坏了，全都是洞洞，全都是洞洞。哼、啊，我要去告诉小兔爸爸，你把我的玩具弄坏了，给我赔，给我赔。乔治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！哎呀，这个是蘑菇精拼图，把这些拼上就可以了。哎呀，按照颜色去拼。大头没有骗你，你回来，你回来呀！哎呀，乔治太过分了，一天天的就知道告状。爸爸，爸爸，你别哭了，别哭了，这有什么难呀？我来拼，我来拼，肯定可以拼好。快看呀，这好像是一头牛，中间是蓝色的部分。爸爸，爸爸，你快看，我拼好了。乔治，乔治，不对，不对，哦，不对，那我重新拼一下子。爸爸，你快看，我拼好了。乔治，乔治，不对，不对。哎呀，这也太难了，我可不帮你了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办呀？猪妈妈要是发现我把她的拼图给弄坏了，肯定会罚我的。爸爸，爸爸，我配起来帮你。哎呀，这有什么难呢？一定要认真的、仔细的去找。快看呀，这是紫色的，咱们就找紫色的不就行了吗？快看呀，爸爸，爸爸，我给你拼好了。哇，还是佩奇最棒。哎呀，这下就不用挨罚了。佩奇跳泥坑。小猪佩奇 party， 佩奇佩奇 party， 小猪佩奇 party， 大家一起 happy， 快来佩奇 party， 佩奇佩奇。玩太空沙喽，这是最喜欢玩太空沙了。这里面有好多图案呢，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这只小鹿。做小鹿了，把太空沙放到模具里面，然后压实。我的小鹿啊，马上就做好喽，让你们看看。哎呀，怎么没做出来呢？爱丽丝呢，喜欢这个八爪鱼，要来做这个八爪鱼喽。把太空沙呀放到模具里面，然后压实。现在呢，看看我的八爪鱼是不是做好了呀？哎，我的八爪鱼成功了。来选呢，要用这个太空沙呀做一条小鱼，我呀非常喜欢小鱼。然后呢，把它压实。我怕小鱼掉在地上摔坏了，直接把模具倒过来，再把模具拿下来。看看我的小鱼做成功了，而且特别特别漂亮呢。这么难做，他们两个居然都做成功了，而且啊做得那么漂亮。姐姐姐姐，快看，我做了这么多的咕卡盘，你没有吧？就不给你。乔治，我也有，我现在就要做。哼，我把贴纸给你拿走，我看你怎么做。哈哈，乔治，这可难不到我。小朋友们，今天我教你们做咕卡盘粘贴。首先拿一张大白纸，一卷透明胶带，一卷双面胶。如果没有双面胶，也可以选择这种液体胶。不过液体胶的效果不是很好。一支勾画笔，两支嘟嘟笔，还有马克笔，没有马克笔的可以用水彩笔代替。最重要的是这种闪光笔。先画个小手掌，给它涂上你喜欢的颜色，喜欢什么图案就画什么。我喜欢瓶子，我画了个瓶子，可爱的小花，终于画好了，因为时间原因，所以没给大家展示出来。现在我们开始勾边，这样会更加生动好看。勾边一定不要着急，着急了就会勾坏。
现在我们用闪光笔画上星星点点，使图案更加漂亮。终于画好了，我们用双面胶把它的背面贴满。贴好是这样的，现在我们用透明胶把图案贴上一层，这样会显得很有质感。最后用剪刀和刻刀给它裁下来，把这些剪好的图片贴在咕卡盘上。再贴一个胡萝卜，喜欢的小朋友也跟着做起来吧。啊啊啊！再哭再哭，我就吃了你！我的孩子你也敢吃，我看你少打吧你！哎呦，这个妈妈好厉害！走宝贝，给妈回家。啊啊啊！再哭我就吃了你！我看你是胆子肥的，我的孩子你也敢吃啊！走宝贝，爸爸带你回家。啊啊啊！你哭我就吃了你！你想吃谁呀？我看我先吃了你。别咬了，别咬了，我不敢了。走，宝贝，爷爷带你回。哇，棒棒糖！喵喵喵喵喵！哇，小羊苏西，你看上面有虫子。啊，啪啪啪啪！我得回家刷牙去了。哈哈，有什么虫子呀？我来吃吧。喵喵喵！你现在真好吃。我也是你来。一定不要动哦，一定不要动哦，千万别动哦，一定别动哦。哎，我叫你别动，你干嘛又动？看到了吗？我打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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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你别动别动别动，打你打你打你，哼！佩奇这么脏，把你变成小白兔；熊大这么聪明，把你变成奥特曼；熊二这么能吃，把你变成奥利给。老巫婆这么丑，把你变成白雪公主。大西瓜贴。